Q 版的萌萌游戏又来喽！这次可是从头到脚连名字都很萌的萌宠战机啦，已经开放公测喽！这次可是先试出了仙宠以外，还有丰富的游戏内容，要让各位玩家先来体验到底有多萌。让我们快点来看一看这个萌萌报道。Q 版即时战斗手机游戏又来喽！游戏由太子所代理的萌宠战机将会在本周开放先行公测。游戏也释出两大仙宠与多项丰富的公测活动，等着玩家们来抢先游玩。像是最具特色的仙宠系统，玩家除战斗之外，可以透过管道来收集游戏内的仙宠，透过训练可以提高角色们的总战斗力。而萌宠战机官方也为了扩大公测期间的体验内容，精心的筹划多项公测礼包等等。有兴趣的玩家们可以上官网来查询更多更丰厚的奖励资讯咯。